開始發售前兩個鐘，已經有過百人在灣仔會展中心排隊，希望可以買到面值150元的鈔票。排頭位的梁先生昨日朝早8點已經來到，他說今次是全球首次有150元的鈔票發售，所以特別買來收藏。較早前認購了特別版紀念鈔的人，由今日起都可以換領。李先生成功認購了4張自選號碼鈔票，包括他和太太結婚紀念的日子，以及他和仔仔的身份證號碼。有些結婚紀念的日子或者身份證根本是街上沒辦法找到這種 number， 今次是一個好好機會啦，好高興啦，好高興啦，因為呢啲可以 keep 咗一生一世嘅呢啲嘢，俾佢哋一個紀念咯。即係細佬過嚟呢個世界，我亦都會俾翻一個 number 佢，等佢哋記足一世咯。咁樣結婚周年25年啦，咁大家可以有一個除咗食飯之外，亦都有份禮物係喺出邊街買唔到噶啦。有市民用18,888元买了25年张钞票，他说如果价钱啱的话会转售图利。如果价钱啱的先卖咯，唔啱就唔卖咯。50,000元或者60,000元咯，咁因为我自己睇过 number OK 咯。438咧，最後嗰啲 number。渣打銀行為咗慶祝成立150周年，特別發行100萬張面值150元嘅鈔票，其中70萬張普通號碼嘅單張鈔票，由今日起喺灣仔會展同埋30間分行發售，每張280元，每人每次限買10張。